品不值钱，但是比钱珍贵。人品不是金，但是比金稀奇。人品是最高的学历，是最硬的底牌。一个人的人品好坏，决定一个人的成败。事压不垮人，但是情绪会压垮人，所以不要被情绪所绑架，要学会和自己和解。当你学会和自己和解的时候，你会咽下所有的脾气，磨平一生的棱角，笑着面对曾经讨厌的人和事，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。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舍，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悟，生活的最高境界是乐，交友的最高境界是诚，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容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静。心若计较，处处都是怨言；心若放宽，时时都是春天。人生最可贵的两个词，一个是自律，一个是坚持。自律的人不断地改变自己，坚持的人不断地改变人生。人生最幸福的七个瞬间：大病初愈，久别重逢，失而复得，虚惊一场，不期而遇，如约而至，还有来日可期。